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基隆的海科馆，里面竟然有这么大的扭蛋机，超级多的耶，整面墙哦。整面墙。我现在告诉大家三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什么？躺的动物啊，最近超流行的，就是睡觉，很可爱的睡觉，有猩猩、狗狗，超级可爱的。你看这边。厚道系列的，你看它每一只动物都厚道。这是下雪，超可爱。对，这是下雪。这个是北极熊，还有很多动物，超可爱的。我发现它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宝可梦，而且它就是睡在那个杯子里面哎，这是小杯子。等一下，这150哎，公司没有提供那么多钱。它是不能选的，绿标的不能选。着眼睛睡觉系列，我现在呢，我最想要狮子，希望我可以抽到狮子。是一颗粉红色的球，我拿到这个是猫咪，它捂着脸，超可爱的。虽然我没有拿到我要的狮子，但是猫咪也是挺可爱的。你看，其他在这里，有这是海狗，叭叭叭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说的狮子啊？为什么全部都要把眼睛遮上？太可爱了。狮子是这个哦，真的，那是狮子。换我，我刚刚发现了，因为真的太贵，对吗？所以我要抽这个，它也是睡觉系列的，宝可梦睡觉系列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哦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玩扭蛋。那你最想抽哪一个？我最想抽到这个，就是不知道胖丁吧？胖丁吗？哎，然后呢，要怎么用？这样，教我。没关系，你自己研究。我想看莹莹的智商可以到哪里。转吗？放三个怎么放？我们来看第一次玩扭蛋机的人到底是怎样研究这奇怪的设备。真的不。这是2018年最新的机种，投入钱币之后转动之后会掉出扭蛋。可是对于第一次玩扭蛋的人，还是有相当大的障碍。我刚刚以为他可能是一个一个放，但是呢，他是这样。我觉得你弟看到这部片应该会笑。我成功了，我的第一颗蛋。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抽到了卡比兽公仔，哎，这样子其实还蛮划算，对不对？它超级可爱的，它真的在睡觉吗？我们看一下。对，没错，它是真的在睡觉，太 Q 了。可虽然我没有抽到什么这个粉红色的。胖丁，但是我们抽到这个卡比兽，换你，我还有一次机会，决定呢，我要这个世界一抽，是这样念？你干嘛这样？很丑，我要来看看我能抽到多丑的。那到底是有很多个可以选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现在要转哦，又是一颗粉红色的球。第一丑就用第一丑的姿势对待他，这是暴力开法。天哪，他真的是有点丑哎！你看他长成什么样子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这是一种鱼吧？红鱼吗？然后你看他可以这样，超疗愈的，对哦。好像软软哦，超好玩的，好笑哦这个。哎，这个很疗愈哎，你看，他眼睛被我弄掉。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就是我们最后一颗了。我想抽这个 Hello Kitty， 好多可爱的东西，而且它应该是化妆台吧。我已经有第一次经验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期待哦！哎，原来 Kitty 会抽到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它转出来就是长这样哎。抽到的是这个，但是我还没有贴上贴纸，它就真的像珠宝盒一样，里面有家具耶，超可爱的，超级可爱的。待会我们再贴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今天抽到的。我有卡比兽，还有一只猫咪，捂着眼睛的猫咪，跟一个这个好像是深海鱼的样子，还有这个很可爱的 Hello Kitty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，我们在基隆的海科馆里面有，就是好多扭蛋机等你们来扭。
大家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